本期讲解一个 AI 新赛道每日热点，秒过中视频，单日收益300块。啊，这种账号流量非常大，而且互动率特别高，整合当天最热新热点事件，啊，以幻想视频的形式显示，很多看视频的人是不知道事件的发生的，但对于他来说就是信息差。满足感比较强，收获比较多，制作无任何难度，文案编写、视频画面匹配都是通过 AI 完成的，熟练之后基本上10分钟就能搞定啊。单日有500的收益，嗯，可以多号批量矩阵操作，收益更多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成交变现以及项目的实操以及项目需要的资料，比如说是 AI 工具有哪些 AI 工具啊，还有这个信息差的来源、实操流量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实操流量。还是非常猛的，大家看看，还有这一个橱窗变现，可以挂橱窗，啊，橱窗变现也能赚不少，还有这个私域变现也是可以的。如果需要百超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 AI 新赛道，啊，或者是每日热点，就可以下载百超教程了。